来看到这交通大厦有研究团队研发出这新的影像技术工具，就摄影机用人的面去做辨识，会当来测量到心跳、血压。啊，这个技术工买当用在银行观测这客户的情绪，买当有何一挂这人头小号还是诈骗的行为。大飞轮心跳飙升，但是唔免穿任何装置，干那靠头前个摄影机，就当测到心脏每分钟跳几下。当我把血送出去的时候，一般血管会比较充血，它的血色就会比较红。当他把血收回来之后，对应的血管它会比较暗。这个亮暗的变化，我们眼睛是看不到的。所以，我们透过摄影机，再加上我们的特殊的演算法，可以把这个变化把它精准的把它计算出来。原来面的血色变化，就会当予摄影机和演算法判读出心跳和血压。变作运用研究团队机的，平常时会当下伫咧处理的客厅，平常那看电视，健康数字也着同步输入咧云端，达到连续侦测的效果。未来卖当安装伫病院病床的天棚，摄影机送出患者，都唔免用调护理师的人力定时爱去量。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因为这系统自动会辨识他是谁，然后就把他的生理资讯会记录在这个人的身上。也就他不用记得说啊，昨天有没有量血压，有没有量心跳，都不用，因为这个自动就会记下来。这项技术受到科技部创计计划补助，吴炳辉教授团队已经成立公司创业，有银行嘛投入这项人面辨识系统，有方开人头口罩或者是诈骗的代志发生。在银行实务上，开户最怕碰到人头户，他开户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紧张，超乎不正常的紧张？那这个时候我们。开户的同事、开户的主管就有警觉心了。人面辨识的运用是愈来愈普遍，但是要安怎兼顾隐私、雇主未被外漏，这嘛是刷到来产业界一定爱面临的课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